水宝宝是种十分神奇的玩具，原本小小的一个，可当放在水中浸泡，就可迅速比之前变大数十倍。正是有着如此神奇的特性，深受老外的喜爱。在之前我们就见识过，老外将10000个水宝宝全部倒入气球中，当缓慢靠近捕鼠夹那刻，这水气球直接被捕鼠夹击爆，里面的水宝宝四处飞溅，喷得到处都是。这场景更加刺激的不要不要的。嘿，不过老外貌似玩上瘾了，这次又脑洞大开的想将6000个水宝宝装进真空水球中，一刀剪开会出现怎样的画面？想法只要来了就是干。只见小哥先是将水宝宝装进气球中，接着就往里面加入大量的水。大约过去半小时，原本小小的水宝宝逐渐变大，直接将水球填得满满的。见证的老外这时拿出剪刀，然后一剪，下一秒里面的水宝宝直接往外喷，这场面就宛如火山喷发一样，实在太壮观了。视频的结束，我们来玩个脑筋急转弯，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欢迎留言探讨，答对了我就送你一句土味情话，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关注哦，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。